Remy 今天其实不是从一个 ESG 专业人才的角度来去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把 ESG 做得更好，反而是从品牌顾问的角度，是我们观察到品牌在这个气候时代里面下如何去创造出来我们的品牌新时代，构筑我们的永续影响力。那简单的分享， Remy 是在纽约成立，那我们今年是在台湾第十年，我们陪伴着不管是大企业，然后新创，甚至是我们的隐形冠军，陪伴亚洲品牌走向国际。那我们其实是 under 在一个 Q 的集团底下，那我们这些所有的姐妹公司都是相信要如何以创意去推动社会和经济。所以其实这里就回归到我们 ESG 的这个话题到底应该如何开始，这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头痛的部分。其实我们看到不管是碳税，不管是要接受更多企业的这些资讯，就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这些法规还有这些 regulation 出来之后，企业到底应该怎么做？OK， 好，既然我已经决定好说好，反正我就是可以做嘛，那我也决定要去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应该要写好我的报告，还是我应该要怎么去符合所谓的 ESG 标准，甚至我要如何去 align 所谓联合国的 SDG 的目标，甚至还有这些这么多的一些领航满目的指标要去符合，我们平台到底怎么做才会对？所以其实就回头刚刚提到的一样，我们今天是在讲的，其实品牌的角度，我们的姐妹公司 IEO 提出一个框架，叫做是我们从过去的 industrial 的时代，到我们现在数据资讯带领我们的 digital 时代，到现在其实进到一个所谓的气候时代。面对气候时代来讲，其实每一个时代底下都会有所谓的大趋势在影响品牌跟市场交流的方式。那既然趋势产业在改变的话，品牌又何不该去思考说，我们在这个新的世代下，我们应该要如何去转变我们跟市场还有消费者不同的关系？所以面对气候时代，我们准备好了吗？当然，看起来是没有。我们看到一些有趣的数据，包含说这个 gap 真的蛮大的，是 CEO 们觉得，好，我已经决定，我真的想要去推动很多有趣的发展啊。可是65%的人承认，我好像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以及也有50%的 CEO 分享说，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可能真的有一点点近于一个greenwashing 的这个角度，但大家不是不诚实，大家是因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甚至也不只是从企业内部角度来看，从外部角度来看，消费者说，好，我68%、65%的人会越来越 support 所谓的永续品牌，结果真的买的人只有26%。所以这些所谓的说跟做的这个 gap 真的越来越大，产业真的没有在帮忙过，因为每件事情都好复杂，而且资讯好多。所以我们如何去转化这些 gap， 变成品牌在这个气候时代下面的机会点？所以回归到我刚刚提到的，品牌在气候时代下，我们找到一个最化繁为简的框架，其实是我们如何透过定清楚的愿景，以及去建构你的接下来相关的所有行动，来去产出你品牌真正的永续影响力。所以，好，这个不是新的一个架构，也不是一个新的这个方程式，希望大家去记得，而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框架，希望可以带着各位每个品牌去检视自己在永续发展上面品牌的现阶段在哪里。也许我今天 vision 已经 develop 的很清楚了，而且我的 action 也有很多符合的情况下，我是一个 true leader。但更多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做了很多事情，甚至我说我花了多少余力的时间资源投入在有序的行动上面，却因为没有主轴、没有愿景，导致我好像是一个 unknown doer？ 也有可能是你今天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我已经定义一个很高大上的有序目标，可是我没有任何的行动可以去 support， 那我好像就是在 show off 一点。又或者甚至是像我们很多现代的品牌一样，可能是一个新手，我在愿景上面我不确定我应该要怎么定定相对的目标，我在我的行动上面也还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做出对的行动来去让我的品牌真的产出这所谓的影响力。所以其实在这个框架，除了去了解品牌现阶段的位置在哪里之后，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是可以去观察很多所谓有序做得好的品牌，或者是他们这些 path 是怎么路径是怎么走的。也许他今天真的是一个从累积很多的这个 action 开始，然后因为他某个 training point 开始去整理盘点、梳理他的主轴之后，他有机会可以开始去对外沟通而产生成为 true leader。 但这个 path 这个路径的这个优点，但是我非常稳健，然后每一步都慢慢做好了。
可是我有没有可能在我还没有转运的那个同时，就已经先被我的竞争者已经先看说他的功能做了一样的有趣的行动，结果人家觉得说我出来做只是个泥土，超级哦。当第二个 pass， 也许是我今天在一开始，我不管是从 business model 角度，或是从很多我在品牌的沟通运营上面，我就已经觉得我就是要对有趣有非常大的一个就是 vision 在这边，但。这个当然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我可以很快的吸引到大家的目光，但同时会被放大解释。如果我今天没有相对应的 action 的话，我就会进到 greenwashing 的这个 risk。所以最后，其实我们觉得最理想的这个路径，也许是我们今天出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边走边看之后，到了今天这个节骨眼，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盘点梳理，甚至是在每一步都回来去重新看，说我们定定的愿景跟目标跟行动是不是有相对应而来的，能够去帮助我们的品牌发挥真的有趣的影响力。所以刚提到，其实在不管每一个路径底下，它都有可能的 turning point。可能你今天面对到的是政府法规的影响，是品牌的 pressure， 是你的投资人跟你讲说你就是要变绿，或甚至是你今天会有一些 supply chain 的 issue。你今天如果要去欧洲的市场，你也还是得面对。那面对这些相关的情境的时候，就是品牌部希望能够在这些时间点进来跟品牌一直梳理，所以我现在的愿景到底怎么样定定才能去符合我的品牌定位与价值，以及我的行动过去做的这些累积，我们如何去梳理，而且跟我们的愿景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呼应。好，所以回归到其实这个 impact 就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框架，让大家可以去判断自己现在在哪里，以及未来我们可以多做更多什么事情。那也想要提醒大家，其实影响力它真的不见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的企业里面。当我们今天在 vision 跟 action 的时候，我们尝试去 engage 更多，不只是我们的员工，不只是我们的供应商、我们的 partner， 甚至到消费者，甚至到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些 talent 人才们，我们都有机会能够去跟整个产业还有整个社会去展现我们的有趣品牌的影响力。那前面很简单的介绍完，我们说，品牌应该在气候时代如何去发挥影响力之时，那大家也想说 ，OK， 好，我现在知道了我自己的阶段可能在哪里，我有一个想要去走的路径之后，那到底品牌可以为你一起做什么？所以这是等一下会分享的几个案例目标和几个案例，都是 Repeat 在过去十年以来跟我们所有的品牌，然后他们去尝试做了什么这样的行动。但我们必须得说。当然，每个人的业绩品牌策略不会一样，品牌策略不会一样，所以业绩策略也不会一样，所以就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拿来去看我们如何一起拿去发挥 tell a story, raise the bar 跟 change the game 这三个不一样层级的可能性的 level。所以回归到最一开始，大家可能最基础的是，我们刚刚说，做了很多，但是我重要的是我要怎么对外沟通。所以我们第一个阶段，也许我们可以去思考是我们如何 tell a story。那台积电，他们大家就是应该很清楚，我们护国神山，而且在晶片上面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回归到其实每年五月，投资人最在乎的是什么？是他们的 CSR report。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台积电找到 Repeat 跟我们一起讨论说，我们今天品牌已经有就是它一定的这个知名度了，但是我今天在沟通过很多的 ESG CSR 的这些资讯的时候，我要如何去定定所谓的主视觉，定定所谓的这个主题来去呼应 visual， 让我的客户、让我的供应商、让我的投资人都可以去更懂我今天在做什么。所以这个案例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分享，透过视觉上面的主题化设计。来去把我们过去做的所有的盘点还有策略，用一个比较跟受众能够连接的方法去做一个整合。第二个案例其实是我们跟顺丰是一个就是物流运输业嘛，所以对于物流运输业来讲，其实他们也是在这个所谓的绿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蛮有趣的是，我们在最一开始收到他们的这个 brief 的时候，他们也是已经整理了两篇散发的这个 sustainability report， 然后跟我讲说，可是我们现在开始要怎么去跟我们的客户，怎么去跟我们的员工，甚至我要怎么样跟更多的人去开始沟通。所以我们收到了从 Word document 到开始去梳理我应该要沟通的主轴，甚至是他搭配的 visual 跟 infographic 之后，我开始可以在更多我们不管是线上还是我在对内对外演讲的时候，都可以去做一个分享跟发挥。那这也是一样，回归到 ESG 这个主题，就是如果让他要求大家读完这个 report， 真的太辛苦了，或者是我们做完那么多 action， 每一个难道真的都要他们就是 ESG 吗？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如何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跟很
很 visually communicative 的方式来去 tell the story。 第二个层级也是我们今天已经做到的，我们把我们的故事讲清楚之后，那我们要如何去 raise the bar。 所谓的 raise the bar， 其实我们在想的是我们不要只是单方面的说故事，我们真的希望透过我们定定所谓的愿景以及我们想要创造的行动来去 mobilize 更多人跟我们一起去号召响应。所以这边要介绍的一个第一个案例是捷安特。那捷安特自行车本身就是在一个比较低碳的产业，没有错。而且捷安特其实智海集团他们在思考自己在 ESG 上面的角色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自己从制造到消费者端到后面甚至的所有领域，他们是有机会可以去跟影响整个所有供应链跟所有 stakeholder 的人。所以他们今天也是跟永续顾问合作完之后，定义出来了一些他们接下来未来五十周年完之后，望向未来的五十周年，我还有哪些 ESG 的目标要持续的去迈进？但一样是刚刚分享内容之后，我们如何透过分类以及把这些内容更反过来去简单化的传递，说，比方说 Why it matters， 为什么这个 pivot 重要，以及我们过去已经做到了什么，跟我们未来预计要做到什么，让我们这样子的沟通对每一个不管是员工也好，或者消费者来也好，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理解之后，理解你想要讲什么，我可以跟你一起做什么，以及哇，我相信你真的已经可以跟我一起做到什么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简单的 ESG 的 brand book， 然后来去给他们内部跟外部有更多的指引，来去反思他们所有的过去以及其他关头的资讯。那另外一个在巨大集团底下的自己lifestyle 的这个品牌 Momentum， 他们是希望能够鼓励更多城市人大家在城市里面的骑行。所以 Momentum 本身就已经有累积很大的一个客群是在城市里面骑车，为啥就是一个比较低碳的这个行动。那所以我们刚刚合作的呢是一个比较在社群媒体上面的 campaign， 希望透过把这个所谓的think green 之后，我们如何去 act green， 再用很多 social media 的方式去教导跟以及鼓励大家一起去学会怎么样子在做更多绿行为之下，还有那就是把他们过去做的一个小小的一件事情，比方说跟纽约的一个 B Corp， 他们去鼓励说，其实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可以去种植绿色主宅，因为它可以帮助蜜蜂然后的栖息，而去增加生物的多样性。所以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行动，它透过social media上面的 platform， 以及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分享出来之后，也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说，原来我在城市里面可以做到很多的不一样的事情。那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其实是 Acer。 那 Acer 是跟 Ready 从2017年开始就已经讨论我们针对永续上面的这些所有的内容，但它其实 start from a very simple project， 我要如何去 make everyone about Acer。 所以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去 launch 一个所谓 Project Humanity 的内部员工计划，然后希望透过计划的设计以及在整个计划的推动之下，不管是领导者开始去如何跟内部去沟通说我们想要做什么，跟我们想鼓励大家做什么之后，他 drive 了整个超过40个国家一起响应，5000个员工的参与，甚至是自发性的因此快在内部文化里面大家对永续还有教育这件事情的文化，所以有自发性350个专案 under project manager 说我也想要去申请看看我们 Acer 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好像对我们的所谓 sustainability 的这个策略是有帮助的。那这样的一个内部文化的一个形塑，有就导致了我们往在下一步走，除了员工版之外，他也开始建立一个所谓 Earthy 的供应商品牌，希望能够从员工出发去做跨部门还有跨供应商等相关的连接。所以把所有相关的这些所谓的永续行动分成六大使命、六大任务，从产品的设计、产品的制造到产品的回收运输，这些分成几大的任务之后，让大家更知道说跟 Acer 一起，我们可以如何在这个供应链上面去创造出我们的永续影响力。那在这个 Earthy 的这个 program 里，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蛮有趣的practice， 是我们透过拍摄纪录片的方式，来去真的实际的记录下每次我们跟工厂合作，然后在讨论解决方案的时候的那些火花，让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呈现的形式方式，能够把在这个喜剧的时代里面多呈现出一个所谓真实跟人味的风格。那当然，很多品牌在做完很多就是行动跟这些愿定义完这些愿景之后，也希望可以在更大型的活动
能够开始对内跟对外去做互动。所以在2022 Acer Green Day， 他们在线上就是举办了像是一个记者会，那希望透过这样子就不被疫情给影响，但他们还是剪辑了很多相关的内容，然后来去分享他们跟工厂相关的一些举措。最后回到 TransferGate， 我们今天讲完，然后讲清楚了我们跳的 Story 完之后，我们刚想要去 drive 更多 raise the bar， drive 更多就是 impact。但我们今天回归到，如果我们今天想要除了去达到刚刚提到的这些内容之外，我们要如何去真的改变我们的生态，真的改变我们的影响力，真的改变我们这个品牌？所以当今天品牌已经累积了足够能量之后，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去号召行动。但大家知道有趣上面最难是什么吗？做行动。请问大家今天有用环保的杯子吗？有用环保的餐具吗？这些行动看似很简单，可是累积下来这些行动这还是一个 they do 感。所以呢 Acer 在推出 Earth Mission App，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21天为一个周期，帮消费者一起去建立起他们的绿习惯。那每一个界面的设计都是以一个更游戏化的方式能够去 engage 我们这些相关的，不管是从员工起供应商，然后甚至到我们的消费者，都有机会可以去塑造起来更多的绿习惯。那以及最后也要在思考这些从员工做起，然后到很多 supplier， 然后到甚至我们开始去跟更多的产业的人互动之后， Acer 其实想的是一件事情是，当我们今天已经走到这里，我们希望我们不只是 PC 品牌，开始转型到我们要成为消费者在移动、在学习、在工作，甚至在居住上面都能够有科技陪对或背后推动的这个行动者。也因此，当他今天在转型从 PC 品牌转回这样的一个更full 品牌的这个形象时，他就推出跟他的新事业体，不管是电动的脚踏车、能源的管理，甚至是水资源的管理，大家都能去做一个更好的努力。那我们也在去年跟 Acer 一起在COP28， 也就是联合国第28届的气候峰会时，跟他们一起去在举办城市杜拜举办一个我们所谓的永续分享记者会。那在这个记者会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去跟国际的记者还有媒体去做 engage， 然后以及把我们的产品带到实际，真的去把让这个记者可以体验，然后把我们的产品牌带到国际。所以回归到就是刚听的很多不同的做vision， 设定 vision 跟做 action 的方式，但其实 ESG 真的不是一个，或是我们说有趣好了，它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议题。它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为了去 drive 一个更全面的一个 evolution。你不管从策略面，不管从文化面，不管是从组织架构，甚至从资源里面，你都有很多的 checklist 或是很多的 to-do list 可以去开始去做应对的，说我到底在这些事情上面我还能够做些什么。所以回归到刚一个很简单的方程式 ，impact vision 乘以 action。你今天品牌想要去创造你的永续影响力时，你定义了你愿景了吗？那你做了什么相对应的行动了吗？所以 what's the brand vision and action in the climate era？ 在气候时代下，你的品牌要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承担你的责任，甚至开始去创造出更多的永续影响力？那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跟别人分享的部分。那我们是 Ready， 那我们接下来四月的时候也会有更多相关针对有趣的一个分享，那也可以欢迎联络我们，然后去讨论更多相关的议题。谢谢大家。